后面是所依门，那此处从造业者方面来分析业力的轻重，造业者的差别啊，如同铁丸虽小也会沉底，但若做成容器呢，这次铁器虽大也会上浮，意思相同。智者和愚者呢，同样造作罪业，但却有轻重的差别，因为智者善巧能知所依，依靠发怒忏悔防护对治，可使大罪变小，小罪变无。而愚人呢，不知善巧呢，如同苍蝇为涕所沾，不能脱身，如是造作小罪也难以脱离。为什么呢？因为愚者造恶业没有反悔心，不能升起善行，由于复常恶行的缘故，以前所造的善业也被恶业所污染，比如一人发心去闻法，在闻法的时候起了恶心，但他却极力这个复常罪恶，这样先前的善行呢，就被这个恶心所摧毁。不常罪恶的相续如同有毒的容器，先前的善行呢，如同容器中的甘露，由于容器有毒，导致甘露也成毒药。所以呢，不常罪业呢，使即使先前的善行随之而被摧毁。由于善行本应成熟的异熟果报也不得现前，反而更种下极深重的地狱之因，又愚人不能够认识罪性，所以造恶呢不但不悔改，反而不断的增长。这就像不食毒物，任毒入腹，不但不加医治，反而续服不已，这样体内之毒呢愈滋愈多，终至身亡。归纳起来呢，有五种情况会使本来只敢现轻异熟果的业在地狱中成熟。这五种情况是的，这个愚痴深重善根微薄，恶业忧重，不起追悔，先无善行。相对愚者而言呢，虽造同一个罪业，但智者其业力轻微，因为智者会忏悔已有的过失，会防护相续，使今后不再重犯，不隐藏罪恶，而现前发怒忏悔，且精进修持善法，对治恶法。如果不这样修持呢，反自夸为智者呢，明知自己造恶，还认为所造业小无关紧要，如是内心轻视，明知故犯则所造罪业尤为严重。有智慧相信因果的人深信因果的人，造了业呢，当时可能也会造，但是他很快就会忏悔，觉得自己做得不对，感觉不对劲，马上忏悔然后呢，他还会做相应的这个补救就对治这个自己的这个恶业这通过忏悔了，然后呢修对治法呢，能够补救如果造了杀业，那么他就只来忏悔杀业呢，还要放生护身这样的话呢，对治自己的杀业呢，就会消除这个杀业的果报，异熟果报呢就会减弱，甚至最后消失就是得到的果报极其轻微。所以说有智慧的很重要这个智慧呢，就是当然是首先是深信因果了。第二个是造业者有无力宝运经说，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悉入大乘，具轮王位，每人都以气等大海，
诸如须弥的巨大灯烛来供养佛塔。但他们呢所得的福报呢却比不上一位出家菩萨将小灯烛涂以油脂持供塔前所得的福德的百分之一。这是说了三千大千世界一些一切有情都是普通的凡夫了。据人王位拿这个灯烛来还有海水来供养佛塔呀。比不上一位出家菩萨将小灯烛涂油脂来供这个佛塔所得的福德，百分之一都达没有。所以说这个造业者呢，这个人这个很重要啊。但是这个出家菩萨第一个是要有真实的出离心的出家人不是那个假的，没有出离心的出家人那是假出家人啊。菩萨呢也是真的菩萨不是受个菩萨戒的菩萨，而是受了真实的发了菩提心以后，这个真实不虚的菩提心，然后再来受了菩萨戒，那么这个才是至真的这个假的不算。因为他的出家呢有出家利益是吧，那菩萨呢有菩萨利益，那么这两个利益加在一起，那么他就是供佛塔呢他所得到的这个福德呢也是不可思议的跟这些你普通的人供佛都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所以也是不能比的分析经中的密意出家菩萨和在家菩萨呢在供养的发菩提心和所对的福田方面呢均无任何差异。在所供物方面呢出家菩萨远不如在家菩萨，但前者所得的福德竟然远胜后者为何感果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只能归结到前者具足出家利益而后者不具，可见依据戒自身造业感果力大。因为这个出家菩萨呢他这个出离心修得好呢，那么呢他既然是已经达到菩萨的境界了他又是出家的，那么呢他的这解脱道已经修得那是跟在家的菩萨肯定境界差别很大。由以上之理可以推知，无利益之身和有利益之身同是有利益之身，据沙弥利益，据比丘利益，据菩萨戒利益，以及据三昧耶戒利益，同样造一个善业，但感果的势力厚厚胜于前前，所以在修道的时候呢，厚厚进去的速度超胜于前前。比如同样是在家修持这个布施等善受持斋戒利益而修，以无利益而修，两者所修的善根的势力大小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藏地藏人呢供养拉萨三大师时总会提前一天受八关斋戒，就是因为具戒供养福德力大的缘故。我以前说过了如果你没有出离心呢，只是受个戒，表面上受个戒，形式上受个戒，那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的。这个佛法呢它是注重实质的这里八关受八关斋戒是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出离心的然后就是有出离心才来受八关斋戒，才能得到这个戒体的。那么这样的话以出离心 来供养，那当然跟没有出离心来供养那差别太大了就是这个戒力呢也决定了你是什么发心，戒力决定了你发心，还有戒力呢决定了你的这个发心的修行的程度。那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同样是菩提心，但是呢他这个菩提心的境界差别很大，所以呢他的果报也福德也是差别很大。反之虽然同造一个，后后所生的罪恶力大于前前。
如这个《治法犯戒经》上说，比起世间人具事不善，在百年之中常施无间所积的这众多的恶业，若有比丘毁犯戒律心常覆盖，今日夜受用信施，后者所造的恶业极多。前面又说这个智者造业呢，这个罪业小，这里又说呢受戒的人呢他造业呢就大这个呢大家要注意刚才说了，这个有智的人呢他造的业呢他忏得快，是吧？有智慧的人这个毁犯利于呢他可能带来的果报有严重。那毁犯利于的这个果报严重的原因呢，那他因为也不可能是一定有智慧他们因为没有智慧，那么呢毁犯的戒律呢他这个果报就会更严重。但呢有智慧的人呢，他经过忏悔他也恢复得很快。所以说有些人也怕，有些出家人跟我说，哎呀，这个戒律上说这样做一下就下地狱，那样又是下地狱。但是我们因为有智慧，我们忏悔呢也能够忏干净这又不一样虽然利益上戒律上是严重了，但是因为智慧的缘故呢，有定慧的缘故呢，我们又能够急速的消除这个罪业特别有空性智慧的话，可以把业全部转化掉所以说呢这个修行人呢，无论造业也好，他的业也大，但是呢他智慧呢，有智慧呢转也转得快这个又是不一样，大家这里要分清楚这里说了比丘如果这个毁犯戒律呢，他是夫常，那就是没有忏悔没有智慧的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果报就严重果报他指的是从这个果报上讲的到时候忏不掉了就麻烦了，就是说因果就是特别的大，简单讲就是造业也产生在这个恶业也好善业也好，这个功德也大，或者罪业也大，但是呢他修行的呢转化的也快这个就是差别非常的大。第三个是意乐门同造一业，有情相续的意乐有无量的差别，从发心的动机来看，有求现世安乐，后世人天安乐，小乘声闻缘觉的果报，菩萨的果报乃至佛果的差别，从所缘的对象来看呢，有为自己发心与为他人发心的不同，在为人发心方面呢，又有为一个人发心，有为一家发心，有为一国，有为全人类，乃至这个六道众生乃至十法界的众生。从发心的力度来看呢，有猛力及以松缓，有这个恒长和或者是时间短暂等差别。而意乐呢，愈深愈广愈强，则尤其所发的业感果之力呢也越大，如是比量可知，在一切发心之中，以为利一切众生，自求成佛的菩提心为极殊胜是最殊胜没有比这个发心更殊胜的发心了。宝蕴经中说，如果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个个都兴建大陆须弥山的佛塔，对于诸塔佛经微尘数的大劫用一切可供养之物诚实供养，但比起一位菩萨不离一切自心善一朵花，后者所得的福德远胜于前者我们要会修行你看这个，所以师父天天叫你们修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因为有了出离心，然后修出真实的菩提心来以后，还有这个空性慧的话呢，那么就是善一朵花，
也远远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有情来兴建这个寺庙佛塔。各个啊，就是建无数的佛塔，还不如你上一朵花来的殊胜。所以说我们要这样子修啊，师父呢天天教你们这样子修行啊，他建多少庙都没有用，是吧？你很多人呢一天到晚忙得要命的建庙啊，建好了以后呢，也没有这个真正的供养到那个发了这个菩提心或出离心的人来修行。那么这个庙建的就是啊，虽然也有一点福德，但是比起这个菩萨的这个福德比啊，是百万亿分之一都没有啊！菩萨的上一朵花也远远超胜于他无数万亿倍，这是真实不虚的哈。所以说我们要这样修啊。我们呢，就是建塔呢，也是为众生种个善根啊。建庙呢，其实可能还好一点，可以供。如果你能够供养到这个真正的菩萨，那也是很殊胜的。啊，就是说菩萨呢，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真菩萨在修行，你再去建庙啊，或者是啊买金石供养他修行，那么这个福德是特别殊胜的。这个跟建塔还不一样啊，这是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修行的地方嘛，是吧？供养他的食物啊，还有供养他这个安住的这个地方，那么这样的功德也是极其殊胜的啊。当然最好是你自己要有菩提心。啊，对菩萨升起了这种欢喜赞叹，是吧？供养的心，那个功德也是特别大。那你自己也愿意学，那你自己那么就会很快的，就是也会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极其有意义了。让一个凡夫变成菩萨，那么呢，就会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得救。培养一个菩萨，一个菩萨就可以救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可以最后都可以得救的，让这众生呢啊可以早一点脱离轮回。凡夫和菩萨造业的意乐差异极大，单就这一点呢，二者所造业的这个感果力相差悬殊，所以凡夫修法呢一劫不如菩萨修法一日。啊，一劫就是多少万亿年了，是吧？一大劫你也知道了。三界之内的凡夫，不光是我们人哈人道的，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些凡夫，修法一劫不如菩萨修法一日，没办法比的。所以大家呢，要真正的好好的修这个啊菩提心。啊，比如有些人说，哦，菩萨这么好，我也做菩萨，明天修个菩萨戒啊。受了菩萨戒不等于就是菩萨，必须要真实的菩提心了。啊，那个你生了真实的菩提心以后，然后你受菩萨戒是为了更好的护持这个菩提心，让菩提心啊，就是能够保持的更好一些啊，让菩提心念念增长。不忘失菩提心啊，这样来受菩萨戒啊。菩萨戒的作用是这个，如果你这个只是为了受菩提，我起这个贪心，哦，菩萨的福报大，修法的福报大，我受个菩萨戒，用这种贪心来受菩萨戒，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有些人呢根本就没有菩提心呢，就跑去受菩萨戒了，这样的人太多啊。末法时代就是全是造假啊，连做菩萨都造假，并且都是假菩萨。现在外面到处是假菩萨啊，都跑去受菩萨戒，你也不想想你是不是？你出离心、菩提心修了没有？都不懂，一点都不懂啊，就跑去受菩萨戒，并且那个给你受菩萨戒的人本身都不是真菩萨啊，他可能都是个假菩萨，他给你受菩萨戒啊，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啊？全是造假，这样就没有用哈。就是真的假的，这个是有因果在那的，这个啊自欺没有用的哈。就是我们就是很容易自欺，凡夫都是自欺的啊，自欺欺人，这样的太多啊，
但是你怎么自欺欺人，你骗欺不了因果呀，你欺不了佛菩萨的，是不是？因果不可欺的，欺不到啊。我们凡夫呢最容易自欺欺人啊，其实我们天天都在自欺欺人啊，这些只不过你没有智慧，觉察不到，自己骗自己。明明这个不得安乐的东西，你就去啊，你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知道这个没有安乐可言的，但是我们还要是去做啊，还是明明知道嗔恨不好呢，还要去嗔恨。嗔恨那个明明知道这个不该发脾气，还是要去发脾气，是吧？这个就我们凡夫啊，就是很容易自欺欺人啊，自己骗自己哈。那认为这是我是对的，就是这样想啊，我这样是对的啊，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认错，并且给自己一个理由啊，就是骗自己嘛。因为自己要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呢，就要找个理由的，蒙骗一下自己。往昔舍利佛以一钵饭供养佛，佛即将饭回施给狗啊，佛就吃不完了，把这个饭呢给了那个身边的一条狗，并问舍利佛，你以饭供养我是吧，供养佛，那佛呢以饭布施一条狗，二者谁得福多？舍利弗说，佛的心意依我所解，应是佛得福得多啊。虽然佛是福田第一啊，但供佛不如施狗，这其中的差异是由造业的意乐不同而造成的啊。在你的凡夫的眼里是狗了，但是在佛的眼里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佛布施的狗就是在供养佛啊。所以说那是不可思议啊。这里说的就是发心哈，我们是说的境界了哈。就舍利佛的境界呢，千万亿倍不及佛的境界啊。因此呢，大福呢就是从心，不在福田。更重要的还是在这个发心上。这个福田呢，还是你认为对方是什么而产生的。福田呢，是有差异的。代表你把一个佛当一个阿罗汉来供养，那你就没有把佛当佛来供养来的殊胜。所以这个福田呢，跟你的发心还有关系，还跟你的心也有关系啊。因为心是内在的主因，而田是外境。外境呢，其实还是由心所变。往昔有某一位女子到寺院中啊，想要供养，又苦于无财，身上只有两文钱，就将这个钱呢，全部捐给了庙里。住持当时亲自来为她忏悔祈福。后来这个女子入宫成了贵人，于是又带了数千金啊，就是很多的金子来舍财。住持只是叫徒弟出面为她回向而已。贵人不解，就问我：昔日只是两文钱，你亲自为我来祈福忏悔啊，今日施数千金，为何只让徒弟为我回向？住持回答说：前世事物虽然微薄，但发布施的心非常虔诚，非老身亲来忏悔，不足以回报你的恩德。今日呢，施物呢虽然丰厚，但私心呢已不如以前那么真切啊，令人代为忏悔已经足矣。这就是个虔诚的问题。因为这个乞丐呢，他只有两文钱，他全部都布施了，等于是哈，对他来说两文钱就是他的命了，是吧？他有可能他这两文钱他就可以买一个面包吃，是吧？就不可以挨饿了。对这个贵女人来说，这个钱啊，他布施了千金，那也是身外之物。汉钟离受丹法与吕洞宾，其法呢能点铁成金，可以济世。吕洞宾就问了，但所炼金最终会变化吗？
这个中离达到五百年后会恢复原质。东宾说，如此会害五百年后的人非我所愿。这个法我不学，点铁成金的法，这样的法我不学。那现在呢，有几个不学的，是吧？你跟他说点铁成金的，赶快点了，五百年后还管了，还管那么多，是吧？哎，但是这个吕洞宾就说这个不能学啊。这个钟离叹道，修仙要具三千功德啊，你此一念心，三千功行已经圆满了。所以说这个心念都不重要哈，三千是功行，就是你要做三千件好事，不如这一念心，这一念就利益无数的，因为这一念心就够了，就圆满了。就是这个发心有多重要啊！大家要时时关心。又造作恶业的时候呢，如果烦恼心猛力持久，那么造业力呢就很大。在诸多的烦恼中，由以嗔心的业力为强。入行论说，千劫以来所积聚的这个布施、供养、佛陀等这一切善心的功德，一次嗔恚就可以将它完全摧毁。所以说我们做布施的时候要好好的回向啊，没有回向到位的话呢，这个善行就会被摧毁。那所做的善行的这个，就是说代表你对一个人布施，就是千劫啊，对某一个人修布施，但是呢你今天突然对其他生起了嗔恨心，这个福德就没了，被你摧毁了。对同犯行者生这个嗔恨心比对常人为重，对菩萨声称又比对同犯行者为重。犯行就是修那种外道的禅定的人啊。三昧王经中说，若依于一作害心，持戒闻法不能救，净律即住阿兰若施与供佛不能救。这里就是说这个嗔恨心，就是说要害人的心啊，这种心呢生起来呢，就是你持戒闻法呢就没有用，抵消不了这种恶业的果报，很严重啊。因为持戒闻法、听经闻法呀，你要是这个嗔心起来要伤害他，是吧？这种害人的心生起来以后，如果不及时忏悔的话就不能救，果报严重啊。烦恼心就是最严厉的，就是嗔恨心啊，嗔恨心是要就是想报复，就让对方啊受伤害、损害的心，打呀、杀、我羞辱啊、辱骂呀这样的哈，就是因为嗔恨心呢，就是做这样的事。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恶人来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现愤怒想呵斥他呢。我们不是害他，没有害他的心啊，这个可能应该是不叫害心啊。害心是想嗔恨他，要让他痛苦啊，让他烦恼啊，让他受到伤害，就是这样的心，损害他的心啊。昨天有讲到了这个什么叫嗔心，这个嗔心的这个发心要打他、羞辱他啊，让众生遭到杀害、捆绑。或者让他的财产受到损消耗之类的，这样的心啊，众生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呢也不能就是太软弱，太软弱就让他继续造业，是吧？这样也不一定是好事，但我们可以严厉或者是呵斥他，去吓唬他。就像一个狗要咬你的时候，你就故意的啊，那蹲在地上要捡石头的样子，他就吓跑了，是不是？那你这个不算造业啊，是不是啊？那狗要咬你了，它本来要造业啊，你就假装的拿个东西要打它，那它就跑了，是不是啊？对人呢，有些这样的，如果这个人要伤害你的时候呢，你也是这样，呵斥他，或者
假装的 要打他、能不能把他吓跑，那么这个不算造恶业，这个不叫嗔心、这个不属于嗔恨的范畴，这个是为了防范他造恶。有些时候我们防范自众生造恶业的时候，也可以示现这种打他的样子，就是示现这种像。当然这个要分清了哈，如果你跟他起同样的嗔恨心，那个就不行了，那就是他造业你也造业，两个人对吧，你打他一下他打你一下，那就是一起造了，各造各的业了，这就各受各的报了哈。这个就不一样啊，这个就看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态。那有些他狗来咬你了，你就是真的打他，或者是想把他杀了来吃掉是吧，或者打得他打得那个狗很痛啊、那你起了嗔心了，那你就是造业了。那这个就是有区别啊，大家要去观察自己的发心，观察自己的动机啊。所以说一切都跟发心有关系的，这个果报。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